上个星期，我在我们家附近地铁旁边看到了一位大叔，1米9，白发，蓝色西装，打着一把灰色的伞，一身正气啊，帅。虽然我连他的正脸其实都没有看清楚，但是啊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想象出他那绝世而又精致的容颜。在多次犹豫是偷偷拍一张还是直接上去搭话的内心挣扎之后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作为新时代祖国的花朵，如此正直而又正义的我，怎能做出偷拍和搭话这等无趣而又苟且的事情呢？对，其实我就是怂。于是我老落饼子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我回去把它画下来呀。Чается у нас на одном, вечно молчим, как будто не мой кино.